是啊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这个香在家里点，是不是要有注意一些什么东西啊？不需要啊，为什么要注意什么？你只是净化空气啊，或者你喜欢那个香，因为香有时候给人以宁静啊，让人能够静下心来。有些沉香啊，檀香，有的只是净化空气啊，什么？你又不是供什么，除非你说我是供神啊，供什么？没准招。可是我怕香味容易招起来。不是，我会不会吗？不会。对，嗯。